你要选什么？梦想、太空、童话，全球畅销破百万册，每次翻开都是全新故事。这次你要选什么？有三大特色：想象力、创造力、互动性，解放孩子想象力，创造自己的故事，亲子共读互动性。你想搭车子还是飞机去旅行呢？还是想用其他的方式呢？你能想象变大是什么样子吗？今天想跟谁一起玩呢？一系列包含你要选什么，你要选什么梦想，你要选什么太空，你要选什么童话，共四本，解放孩子想象力，陪孩子一起逐梦。这次你要选什么？